我们天天在带，今天要带400多个，昨天带了1000多个，哪来这么多车，哪来这么多房子跟住？政府在想办法呀，你们这样聚集下来，过一会儿又得了阳性，又要带，这个又要封。的医院都过来支援了，我们第三位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，好多来了，好多医生，物资了，医生了，好多。外面还这事太严重了，好多车子全部都在西门医院，我们金三位查出好多，全部都是待命的。看看上海已经到现在这种程度了，所有的店面全部关门，店主受不了了，全部都出来摆地摊，在马路旁边摆地摊，